就踏上祖国大陆的第一步，就是在厦门，那个是很久。所以我当初下厦门，我是从香港坐飞机过来，那个时代一天只有一班飞机。我一下飞机看到这个是吓一跳，那个解放军呢穿那个衣服，跟戴那个眼就是要水银那一种会发光。哇，跟我以前在当兵时候看到跟我是一模一样。